三，揭牌！好，掌声鼓励。原住民公益创作艺术为主轴的花东纵谷人文生态协会，这次跟竹崎乡公所合作，承租光复糖厂厂区建筑空间，摆放原住民传统工艺作品跟传统农作展售平台。像我们做这种的东西，拿来这边卖卖看，会不会有很好的收获？这样子，我们的艺术家也进驻了，那这个叫做工艺师，是我们竹崎乡的这个手工艺品啊。这个织布的啦，织布师啦，我们就全部都把它弄到这里来，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有乡民的这个艺术能够呈现在我们外面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亮点。这一间日照木屋右边为农产及手工艺品贩售区，左边则是艺术家创作作品，其中两台跑车创意用兽骨拼凑而成，轮胎胎纹相当特别，利用就是一些部落剩下来的不一样的骨骼，丢了很可惜，我就把它升华到做成一些艺术这样子。车身这个地方后半段是牛的骨骼，是这样子哈。那引进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牛的牙齿。光复糖厂人来人往的游客，除了可以吃到冰品外，冰店南侧就是艺术家工坊展售地点，成为中期另一个艺术游憩新景点。记者高照马耀花莲光复采访报道。